看哦，你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神奇，有的吗？有没有？哎，不要打，不行啊，不行！男生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哦，什么意思？洗手间拿的吗？真的是蛮脏的。哪有？这个都没有一些变漂亮的东西吗？小费包这件事情呢，它什么都装不下，但它可以装得下可爱。吃的会变美的东西啊，化妆包里面大家都一定要放这个啊。这个 size 对，可以放在我的这个包包里。你的小费包也可以放，哎，每一个都可以。对啊，护肤的双肽胶原蛋白粉，好，然后它的包装真的是就是让小履带嘛，很好携带嘛，对，你就随时都可以做补充。为什么叫做双肽呢？哈。然后它里面呢，就是有谷胱甘肽跟蛋白生态。嗯，那这个两个成分强强联手之后，能够让我们的美丽啊更加分，能够更快速的看到效果。那蛋白生态其实大家比较没有听过哦，因为它真的是从蛋白里面萃取出来的一种小分子的成分，而且经过那个特定的一个酵素把它水解之后变成小分子之后呢，你就能够快速的被身体吸收。有维生素 C， 韩国的专利成分七鲜酶，这个七鲜酶近期超红。然后还有这个冰晶番茄的萃取物类胡萝卜素是没有颜色的，它当中活性的成分因为实在太高了，所以它的修护性真的非常的好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它当中还有一个很红的抗老化的成分叫 NMN， 近期超火，最近超夯，对，它对于延缓老化补纹都有很好的帮助，尤其是对于这个紫外线可能会造成人体的伤害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去做到减缓，同时它可以降低黑色素的生成。那如果已生成的色素细胞，它还可以做到淡化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加成的作用。这点九就等于是，例如说我们的压力啦，我们的黑色素来源啦，各方面等等啊。那我直接把这个粉末加进去，来看它的变化。你看哦，你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神奇，有的吗？我才加一点点哎，它整杯水就变成透明的。那你现在我把整个加进去，它会变成什么色？好，慢慢的，哎，它原本的莓果色又回来了，变粉红色了。对，因为可以变成像红润红润的，又 Q 弹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就好像是我们想要的肤色，有吗？我们想要的好气色就像这样子。接下来母亲节又快到了，对，你不要只是帮自己囤货哎。就是买给妈妈、姐姐啊，或者是更重要的是，你知道男生也超适合，不是只是女生。对，你不觉得它的包装也很优雅吗？对，它设计还蛮时髦的，玫瑰金的那个概念这样。其实拿来当礼物送人也非常适合。对，现在可以订了吗？去哪里？现在还不行，我们有那个订购专线吗？